在高于海平面，这海平面哈，120公尺，这120公尺的海底上，就山上这个一个等于是山海上，有一个海岸炮，这个炮啊，这个战车炮在这边，你看哈，那么有一个敌舰，迎面每秒钟20公尺跑过来，好，这有一个船过来了，我们看到哈，这跑过来了啊，这个速度呢是每秒钟20公尺。OK， 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这船就会跑到，那假如现在这里呢，以一个仰角30度，就是有一个炮弹要打出去 ，OK， 啊，那么它的速度呢是每秒钟100公尺，这个角度呢是30度。假如这样打出去，要恰好可以打中这个战舰，那第一个问题问你，炮弹从射出到打中敌舰的所谓的时间为多少秒？啊，所以意思上就你们看的这个图里面，从这里打出来，可是你要注意，打中的时候，这船也会跑，可是他讲说你刚好掉的时候就会打中。那问你，总共跑的时间是多少时间？那你去想看看哈，关键上我们来思考看这，因为船不是决定主要打中的时间的关键，是这个炮弹的运动，因为船就一直跑嘛，每秒都20公尺嘛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炮弹的这个行为，所以我们要分析这个炮弹就打中了，我们看到，对，还会沉下去，有没有哈？结果别班的跟我讲，老师那个像水饺的，啊，我觉得他是不是啊？这个是心理上的生理影响心理的哈。水饺不会这样，好不好？你讲银饺还有可能，懂我意思哈？水饺会是这样子哈，那个没有吃午餐的。OK， 好，那这里问你这个打中的时间是多少？那怎么做？一样，我们处理这里问题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需要讲，一样是什么？二维的平面的抛体运动嘛。地表抛体就是加速度都在千级方向，我们怎么处理这种二维的？就是建立什么水平的千级的坐标嘛。OK， 那因为它是右上，所以我建立右跟上配合它的初速为正方向。那因为加速度在千尺方向，水平做等速，千尺做等加。然后接下来一点呢，它的炮弹打中落地的时间是水平方向决定还是千尺方向决定的？是不是千尺？所以你现在就下一个啊，我是不是有千尺方向？那千尺方向做什么运动？等加速度，所以你会看一看，很像媒体我在讲说录的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先是做等加三个公式，要求时间，有没有？用第几个？第一个或第二个？然后这里是用哪一个？是不是第二个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一点事情哦，你第一章来的很多东西，我们这里又要重复了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第一章这里做一个基础，在这边只是增加变成二个而已。好，所以第二个。S 等于 VDT 加二分之一的 AT 平方，好，只是你现在考虑的是千尺方向，好，那千尺方向位移多少？你看 S 要代码，那位移多少？120，啊，就我看就马上就会错了，叉叉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叉叉了？你没有一个事先知觉，因为我刚才讲我定右为正，向上为正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就是事后才能知道，我每次要讲的上下。前个单元训练过你的，就它位移是向哪边下，所以你自动马上一想到就要顾的了，懂意思哈？小地方你不要看这样，你不改正那个习惯，注意它的正负，它上一个章节就教你的，等于初速多少？这是30度，这是100，只有你分解的千尺是不是在这边的？所以千尺的位置多少？从这 B 四 D 你就可以知道一半嘛，50嘛，乘以 T 加上变成减了，我这写太快了。啊，应该要简单一点，加上二分之一的，应该这个点就是这里面的加速度是什么 ？g 是多少？是应该负值，这个负应该是在 g 里面的，了解一次哈。为什么？因为向上为正，你的 g 是下的嘛，了解一次哈。好 ，t 平方，好，这个式子整理一下，一元二次 t 平方减去10t 减去。24，这里有整理过，除以5哦，这除以5以后等于零，所以从这里就可以解得我们的这个会哈，我这个数学你要讲哦，问一下同学，问老师，这个 t 就会等于12或负2 ，OK， 这样有没有问题？
好，没有问题。但是第二个问题，二，问你发射炮弹的时候，敌舰离海岸多远？它的发射出去的时候，这个船这个时间刚发射的时候，这个敌舰多远？你要注意一点，就是我发射这个炮弹在跑的同时，你不能用这个水平射程去当做它的主要阻挡，因为这个船是会跑的，所以你要求的这个所要求的这个船离敌舰多远，是在等于什么？我就是这个位置哦，原本的T等于零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打中的时候已经就是12秒之后了，所以船已经跑过来了，然后你的炮弹水平射程这里，这是炮弹的，可是这个时间同时船也跑了这段距离，所以在发射的那个时间，你的距离应该叫炮弹的这个水平射程，再加上船往前跑的这个射程，了解意思吗？好，那其中船比较简单，船因为跑什么等速嘛，是不是等速每一秒钟跑20、12，所以200次。但是同时炮弹怎么跑？炮弹其实也很简单，也是什么？是不是等速？是不是也是等速？所以炮弹等于什么？这里呢，是不是50的口塞的30度的，是不是等于跟这个，是不是50跟到3，这个会分解哈，分解在水平的速度哦，130度分解在这里哦。好，然后呢，乘以时间一样12秒，算出来答案是600跟到3，所以这个距离有了，这个距离有了，你原本这个时间就会等于600就跟到3，再加上240公尺，哎，对不起，240公尺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